哇塞，好久不见了，让我们欢迎諮商心理师海苔熊。Hello， 大家好，我是海苔熊。哎，有没有发现他这次可能大家也没有注意到啦，就是这次来他的 title 不太一样，终于变成心理师了，终于变成諮商心理师。对啊，考好久哦。啊，不过我终于考上了，恭喜你。之前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称呼心理作家，就是之前呢其实都还在就学当中啊，然后但是很喜欢写一些跟你自己所学然后所研究的东西有关的时候，但还没有拿到证照，所以不能叫做这个諮商心理师。那恭喜你终于这个考过了。那最近呢也出了一本新书叫做依赖陷阱。好，好，那先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好久不见的海苔熊这段时间都在忙些什么呢？我之前就写论文嘛，真的好痛苦。你们大家都说我很久都没有来嘛，对不对？那是因为都在写论文。对。然后写论那段时间就是蛮辛苦的，然后后来就酝酿出了这本书。其实这本书蛮多的部分也是在写论的后期发生的事情完成的。对，好，那所以要先讲一下嘛，在写论文的时期其实你除了在忙这个论文之外，其实自己的生活也有一些变化，对不对？对，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就是飞碟在古亭这附近嘛，然后我当时在蛮常来上生活同乐会，那段时间其实就 住在就过个桥，在那个中和那附近的一个地方这样子。然后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其实就是住在那里，然后跟当时的女朋友住在一起这样。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都过了就是很像小两口这种日子啊，然后也都还不错。那只不过后来因为我在念博士班那段时间真的好忙哦，就是你要读书又要实习然后又要赚钱然后太多事情都混杂在一起，那时候真的蛮辛苦的。可是更辛苦的事情是那时候有许多的一些身体还有心理的一些状态。你吗？他状况不是很好，就在一个很低落的状况，然后他家里面也发生一些事情所以整个家里面气氛是很低迷的然后我印象当中有一天就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就接到他的电话，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要坐在那个他们家的他坐在我们家的那个墙那个窗台旁边然后就是往前就会跳下去的那种那但是那个时候我人在彰化，因为我在彰化念书嘛那我内心真的是有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感觉因为我不可能开一个任意门然后回到这里可是我又不晓得此时我是要打电话好呢还是要做什么好呢，然后我这蛮蠢的，因为諮商也念了这么多年了，然后此时自己女友遇到这种事情竟然不能解决所以我这超蠢到我这手忙脚乱，所以就咚咚就跑到楼下，然后去我们系上，然后问系上的这个看有没有老师啊前辈啊，看能不能帮忙这样子。然后进去发现没有老师在，就只有一个扫地的工友伯伯。然后就问他说怎么办啊，然后扫地工友伯伯跟我说打119啊。我就对，为什么不是打119？你知道人在那个吓到不知道要做什么时候就会整个很慌就打电话去就一就来了，然后就然后消防车什么什么，那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反正他就是听到声音他就回来了这样子。可是当天晚上就是我坐高铁回到台北嘛，你知道那个感觉很复杂，就是我从我家巷子走进来，然后要抬头看我家的这个楼顶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很害怕看到会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然后这个景象它持续了好多个晚上然后甚至每一天每一次只要我从台中回到台北都会有这个景象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同样的事情那其实后来也有几次也有发生类似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好像应该要扛起某一些责任。好，所以也因为这样我就开始在家里面想各式各样的方法让他，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好好去工作，就在家里面贴了几个红包袋，然后那红包袋上就放了100块100块100块，好像两三百块啊，每个里面放两三百块这样子，然后让他可以星期一花用两三百块，星期二花用两三百块这样，等于他有点像是
依靠着我生活，然后我也觉得我有责任要扛起他的生活，这样，那么就这样子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时候大家可能都不晓得，你们一边在听那个生活同乐会的时候，我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那听起来好像很惨嘛，对不对？可是实际上那时候我不觉得哦，那时候我觉得说，哎呦，好像我就应该要做这件事，然后我就要扛起某个什么责任之类的，然后甚至觉得说，这就是我本来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一直过了到后来，因为要开始写论文，然后开始提计划，这些其实是压力越来越大，然后也越来越难支撑。后来我们就去做了很长期的这个伴侣諮商，然后非常非常辛苦。我到最后只记得那时候伴侣諮商师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就说他看到我很累，然后他就说他叫我要先照顾自己。然后他说如果我有什么样的决定的话，他就告诉我说，那你要坚持。他讲你要坚持，就这样。然后就说4500，你要收钱吗？你跟我收钱4500。然后就一直办理諮商比较贵。对，因为是两个人，对，然后4500。那收了钱之后，我就一直记得这句话，然后就出去了。因为他可能知道说我是一个很容易摇摆不定，然后又很容易受到对方影响、心软的人。那我这么多年在写感情文章下来，也常常收到听众的来信、读者的来信，都说什么哦，我的伴侣发生一些事情，所以我必须要帮忙他什么什么之类，我放不下手啊！我通常又回信说啊，怎样要界限啊。可是真的自己遇到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的。然后当然花很长时间，然后包含搬家，然后跟他谈啊，然后最后我们分开了以后，等到我出这本书，然后我跟他说，我要把这故事写出来，然后他一开始本来说啊，我们是不是要匿名怎么之类的，然后后来我改了太多，我说啊，这太不像我了哈，所以他又调整了一下，其实大部分还是像是几乎是他的故事的内容，然后我也很感谢他愿意让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因为这等于是我们那段时间将近5-6年的日子都是这样经过的。那最奇怪的地方在于，我跟他分手之后呢，他反而变好了，然后钱赚的比我还要多。我就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是我那时候看似像是每一天每一天在帮他拿那些钱，在协助他、帮忙他，那我是真的在帮他吗？还是我是在害他？有些时候你伸一只手在帮人，那你是让他变得更可以过得下去，还是变得更无能呢？然后我就觉得，哦呦，鸡皮疙瘩掉满地，就觉得说，哦，我好像应该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写下来。然后后来跟我的那个 podcast 的伙伴 Skinny 就是聊天，聊到一个现象叫做依赖陷阱，所以把它变得比较理论化，然后形成了这本书。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看到这个现象，然后也如果有同样的经历，身边有一些人，你可能觉得你需要扛起他的某一些责任的话，你也可以想想，你真的要扛起这些责任吗？哎呀，真不好意思，海苔熊在这里哦，来到这边这么久没来，来这边屁股都还没坐热，我就让他讲了这一段。本来想要先寒暄一下，但我只不过就是寒暄你最近这段时间发生什么事，他就已经把今天这本书要跟大家讲的重点主体告诉大家。没错，这个依赖陷阱哦，这本书其实就是海苔熊从自己的故事里面去出发来跟大家聊。那我相信刚刚这一段讲了，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哇哦，这个好像连续剧哦，就你说有人坐在什么，一个人坐在这个窗台上之类的哈，好像不太像是我们自己生活中会发生的。但其实不少，我说句实在话，而这种依赖到底是你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这种心情也很多。待会来继续聊礼拜四的男女大不同，今天我们聊聊依赖这件事情哈。我们常常听到过度依赖啊等等啊，但是这一次海苔熊的新作依赖陷阱这个强度又有点不太一样。依赖陷阱，你从字面上来看，陷阱通常是人家设好摆在那里的。所以你要讲依赖陷阱的意思是你落入了，我不是说你，当然等一下我们会回来再聊一下你的故事。
依赖陷阱这四个字、嗯哦、你在当初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嗯、这个是你一步一步不小心踏入，但不管怎么样有一个陷阱就是有人设好的、嗯、是有人刻意在那里，不管是想要捕获猎物、嗯、或者是他也许是有一个有一个具体的目标，但也许不是、嗯、就是谁看到谁掉进来、嗯、你的依赖陷阱是什么，你的想法。嗯，因为这本书当然是我就是成为諮商師之后的第一本书嘛、嗯、所以这段时间也实习啊接案啊，然后这一段过程当中我发现好多的伙伴朋友们都跟我分享一个经验，就是说倘若你是一个经历一些辛苦痛苦的人，那你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突然变得不辛苦不痛苦了，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你会有点不适应。我有一个朋友就说 他很常年都是好焦虑好焦虑的，有一天那个焦虑突然消失了不见了，他会觉得很慌，他会觉得说哈，为什么我突然这个习惯的东西没有，我可以这样子吗？他突然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忙了，然后他就 不知所措。那你如果是习惯痛苦的人，你就会被这个焦虑给绑住嘛。依赖陷阱也是一样。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跟 Skimmy 有一个节目叫做观念碰撞所，一个 podcast， 然后我们那一集在聊到他当时出的一本新书叫做恋爱脑的不心动挑战。那本是一本小说，里面描述到 Skimmy 他写的这个主角其实也是一部分他的投射，他的他去諮商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故事里面的角色的心理师死掉了，他去諮商的时候那心理师死掉了，然后他对那个心理师有一个很强的依恋，但是过世了嘛，所以他心里有非常非常大的创伤。然后他就讲到说他讲到说他跟那个心理师聊到一个主题，当时聊到一个主题叫做依赖陷阱，然后就没有讲了，他并没有说什么是依赖陷阱。于是我就跟 Skimmy 聊说那什么是依赖陷阱，然后我们往下聊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他跟我想的依赖陷阱有一点不同。那我想到依赖陷阱是有一个以前捕草原捕那个猎物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有一个洞嘛，洞上面你会放一层草，对，然后上面会挂一个肉，然后这个肉呢如果是狼走过来它可能就一咬到之后，因为下面是空的嘛，它在踩空、嗯、掉下去，好，所以上面一定有一个 inducer， 就是那个诱饵，然后下面有一个 trap， 就是让你可以掉下去的东西嘛。好，但依赖陷阱最有趣的地方是我跟 Skimmy 聊完之后我们发现、欸、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上面的饵跟下面的洞都是同一个东西，那因为是同一个东西，所以你会让自己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那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这个焦虑的例子嘛，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说大家有没有一种习惯，就是说如果你跌倒擦伤，手上不是会结痂吗，对不对、嗯、你们会做什么事？有些人就手会很尖，一直想去抠它，对吗？很奇怪、嗯、对不对？因为你就会在抠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痛、嗯、但你又会觉得有爽，痛就是下面那个陷阱，爽就是上面那一块肉。同样的在一个关系当中也是一样，你一定从当中你会得到某种好处，然后你一定会得到某种痛苦。比方说我在那一段关系当中的痛苦就是我陷于其中，然后觉得身上重担很大、嗯、可是我常常得到好处是我可以掌控跟支配，觉得说哦，我好像无所不能，然后我可以、嗯、就是有点像是他的生活都是在我在打理的，然后出去好像我很厉害这样子。所以、嗯，一定都各有好跟坏，然后你没有办法放下嘴里那块肉的同时，你就没有办法离开那个陷阱，除非你愿意放下那块肉。那换成我们一般常讲的话，就是你如果不敢离开舒适圈，你就没有办法离开你现在所陷入的这个困境。所以这个陷阱是人家设的，还是你自己？这个陷阱、哦、它既然叫做依赖嘛，因为依赖你要两个人才能达成。那书里面又有一个重要的名词叫做 codependency， 就是共生。那通常是两人合设，心理学里面会用一个、嗯、词叫做共谋。我第一次听到就是那个
我在彰师大的一个老师呢，他就说你就是两个人手牵手一起共谋。我说哈，为什么共谋要手牵手？就是A 先想好你要这样做，然后 B 想这样做，然后就哦好，我们就一起这样做吧哈、嗯。就是一个人决定在这个关系里面不要前进，然后当那个依赖者；另外一个人在这段关系决定当那个照顾的人、嗯。然后两个人就手牵手说好吧，那我们就这样摆烂吧哈、嗯。然后就在这里面了，所以一起在陷阱里面。刚刚有人说嘛，又快乐。然后又痛苦，嗯，两个人都不想离开，但两个人都痛苦。所以我刚刚私底下有问了一下海黑熊，就是结束上一段感情到现在大概四年的时间，你刚结束这段感情的时候，理论上哈，前面在讲我们听到的就是，因为你其实在后期是痛苦的，嗯，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又快乐又痛苦，嗯。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觉得你有。不管是责任或者是使命感，你应该要照顾他、嗯、然后如果你离开又在他那么不好的状况之下、嗯、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的人，对，会有一种愧疚感、嗯、会觉得我怎么可以在他这么糟的时候离开他，对不对？对，因为很多人也都会写信来告诉我说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对、嗯、那你后来是怎么样的决定？当然我想这跟你们在接受諮商甚至是諮商师最后跟你讲如果你做了什么决定你一定要坚持、嗯、他其实没有讲得很明，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嗯、对不对？如果你要离开你一定要坚持，我猜他应该也是这样想、嗯、我也认为听起来也是这样子、嗯、那后来让你做了这个决定坚持住离开的第一个，我现在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主要原因是什么？嗯，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了那个陷阱会越陷越深的危机，还是说上面那块肉其实你已经吃掉了，它已经没有肉了，你现在只是一个饿死的状态在那个陷阱里，然后会越来越糟？我觉得同志问你蛮好，就是说通常啊，如果大家以刚刚那个陷阱的隐喻来想，你就是真的要溺死的时候你才会想要离开，嗯，就是你要够痛才会走，就真的是要够痛才走、嗯、那时候对我来讲够痛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生活，然后我已经很辛苦很辛苦到每一走一步我都会觉得很累的时候、嗯、我才要离开。那什么时候才到那时候呢？因为在那之前虽然有好多的工作实习刚刚有讲嘛，很多事情，可因为还没开始写论文嘛，最痛苦我还没开始，所以就可以继续这样生活。但开始写论文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办法了，他就多再加一个东西，那个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压上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好像没有办法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然后我忘记了有一天，我就是看着我现在身上所有要做的事情，然后看着我现在每天在过日子，然后就觉得说哇，我怎么把自己活成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还有生病嘛，就耳鸣啊，然后各种情况、嗯、而且还吃了很多药，基本上就是一种焦虑跟紧张大到你自律神经失调，对对对对对，耳鸣那个时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对啊，然后就是吃很多药嘛，然后怎样都不会好哦。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很有趣，2019年我就去了一趟美国加州、嗯、那时候是有点像是交换吧 然后那一段时间呢就是大概有15天的 vacation 或者是交换的过程当中、嗯、完全没有耳鸣，然后完全也没有什么就是身心上面的不舒服，就意识到一件事，哇，你只要离开这个环境，对，突然就好了、欸、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原来这里对我影响这么大、嗯、所以回来之后我就开始重新思考说、嗯、那我还要继续待在这里吗？那但是如果大家有去諮商过或是有想要改变任何东西的话，你就知道说改变它通常不是说我决定要离开了，我决定要做什么改变了，然后我开始下一步我要做什么，不是这样线性，它通常都是这样跑回来跑回去跑回来跑，这样来回很多次、啊、所以我决定了之后，然后当然还有很多的拉扯，然后慢慢的我是先把在我们一起住嘛，把东西先一点点搬出去，然后一点一点的有时候回我家住，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再把某些东西搬出去，再有时候回我家住，然后最后才完整的先离开一起住的生活，然后才分开，所以它是很困难分开的。然后还有一句话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听不懂、欸嗯、那个时候西商都是諮商师嘛，我们老师们都是諮商师，然后老师们就讲一句非常重的话，
但是我觉得当时的我听起来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就说你没有责任为任何人的生命负责，然后你也没有办法为任何人生命负责。我想说屁呀、啊，你们这些狗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你们可以讲这种话，这样是有人性吗？但我后来就想一想，好像也的确是这样子。因为当你如果要整个人下去为每个生命负责的时候，你反而会把自己搞死。哎、欸，你知道吗？你讲这话，我其实某种程度上蛮有感的，因为我一直觉得諮商师看似哦，諮商师看似，虽然我这么多諮商师好朋友哈。看似是好像啦齁、嗯、好像是最懂你最温柔最能够体谅你所有困难的人，但其实 很多时候他们是很残忍，对，一刀给你戳进去。为什么？不是，我觉得不是说他讲的话残忍，而是他的概念对于我们这种我这种人来说，很多时候是残忍。就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你对别人没有责任，我觉得怎么可能？你这人到底有没有人性啊？对啊，你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吗？你不是你爸妈生出来的吗？你没有小孩吗？什么叫做你没有办法为别人负责？嗯，就是当那个界限，像现在我们是在讲界限，设立界限，你要跟任何人都画好那个界限。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在乍听之下，你可能真的会觉得难以。但我觉得你比较，我对你刚刚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蛮特别，就你已经在諮商这么久了、嗯、虽然你还没有当上諮商师，可是你听到那句话你会觉得好夸张哦，你们怎么会这样讲。我们那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可以说，现在已经不能说，那时候说你在諮商师真的实在是对，但现在自己諮商师但是就是代表你就是一个共感很强很强很强的人嘛、嗯、就是当你共感越强，你越会觉得你的快乐或你的快乐与否，甚至再多一点，你的成就感可能就是建立在你身边的人好不好，你怎么照顾他们、嗯、这件事情上，我是这样子没错、嗯、所以当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会觉得不可思议、嗯、对。但是諮商的过程，但是真的当你陷入到界限不划，就是我讲的，就当你自己越来越糟的时候，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就是上次宗牧师跟我讲的嘛、嗯、你要有余欲你才能同理别人，当你自己都没有余欲的时候、嗯、你是没有同理心的、嗯、你也没有办法做。为什么以前我觉得我可以，现在不行？因为我现在太累太痛苦、嗯、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依赖陷阱。男女大不同，很开心好久不见的海苔熊，在这个正式的成为諮商心理师之后呢，再次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今天来聊聊的依赖陷阱是他的最新作品。欢迎海苔熊。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苔熊。对，有人说海苔熊哦，这个这几年不见哦，因为有这么久吗？有啦，大概有两年吗？两三年吧，两年、嗯、两年有那么久吗？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哈。就说哇，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了，你自己有觉得吗？之前有多不成熟稳重？你自己有觉得吗？就是啊，因为之前每次来都要让你帮我弄头发，然后东西掉去啊。但你今天也还是让我帮你别小熊啊。他刚刚一来啊，那个小熊他别一只小熊在他的西装上，怎么别都别不上去，我实在看不下去，我说我来吧。然后我觉得有一种帮幼稚园的儿子别围兜兜上，不是要别手帕吗？别、啊、手帕的感觉。所以我昨天在那个直播宣传下面就有一个 hashtag 说妈我要来了。真的好。那刚刚我们聊了海苔熊他在这几年当中对他来说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嗯哦依赖陷阱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基石吧，可能也是这个故事、嗯、他自己的经历，而是让他对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有很多很多想跟大家分享、嗯、也研究了更多。那我们就回到依赖陷阱、嗯，你刚刚我们一直在聊，包括我们的这个十分钟的广告时间，我们都在聊说共生。嗯，哦、那共生我们刚刚讲就依赖者、依靠者、拯救者。我们其实过去在谈论到心理学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就是各种就有什么有好几种，就是比如说那叫什么啊？我一下子忘记你们的说法，意思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会比较依赖，有些人就是。拯救，然后有些人就是会逃跑，有些人就是会追、那个、焦虑依恋，然后逃避依恋这样子、哎、对对、嗯、这个东西其实不晓得是不是也跟你在这里面所说的这种依靠者拯救者其实的共生其实是源自于那边，
来的。这其实我觉得那个百家的名词啊，最后源头都是一样。我前阵子看到一本书叫做《中年之路》啦，那那本书的作者，他那本书在1998年就出了，那只是最近才又重新翻译。对，最近为什么这么红啊？因为重新翻译。然后他里面讲那个概念，我真的是惊为天人呢、欸。就是他说，这世界上有中年的苦有两种，一种苦就是你小时候没有被好好回应跟对待的苦，可能被忽视、被抛弃，然后这样的苦会让你长大之后，你会想要找一个人依靠，找一个人去抓住它，找一个东西去上瘾。它不一定是人，它可能是东西，手机成瘾、酒精成瘾、烟瘾、毒品，然后你会想要抱着它、抓着它，希望这个东西不要离开你，也就是这里面的依赖者，你会依赖一个东西。那另外一种人呢？另外一种人就是你，另外一种中年人，你小时候遇到的情形是爸妈可能会过度的要求你的课业，然后要你有很高的成就，你表现不好他就要打几下之类的。那在你的世界里面就要非常顺从，然后服从，努力要达到某个程度，所以你长大之后就会变成社畜，然后你会变成一个很抖 M， 你要有一个完美主义的标准，然后没有达到，你会就会有很多的自责。那这样的人呢，你就会比较偏向变成那个拯救者的角色。那刚刚这个焦虑依恋、逃避依恋也是一样嘛，哈。逃避依恋它比较多的时候会是靠独立自己完成比较多的任务，所以它会比较像我们刚刚说的后者，自己完成很多事情。那焦虑依恋很多时候会是需要依靠别人的，因为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有那种孤单，然后很害怕被丢下来的感觉。所以这样串起来通都是在讲一样，就是分成两种人而已，一种就是可以靠自己，一种就是需要靠别人。那可以靠自己的就是觉得如果我靠别人的话，应该会有一天这个人会被背叛我，然后如果呢要需要靠别人的，就是因为我不想要自己一个人，我觉得会被丢下来。那这两种人不论你是哪一种人，你真正在《中年之路》这本书，他就说，你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你要收回投射。收回投射的意思就是说，你需要的是把你要看清楚眼前这个人，他并不是小时候伤害你的爸爸或妈妈，而是你的亲人、你的上司、你的朋友。然后不要去期待他们去填补小时候爸妈没给你的东西。当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对你的身边的这个朋友或家人的期待，朋友或者是那个伴侣的期待降低之后，那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中年人。但是这个路途非常的困难。在我这本书里面的倒数第二章有讲到说，我们很容易会在自己的伴侣身上看到自己的前任自己的家人或者以前爸爸妈妈身上的某些点。比方说有一个故事也是 很经典，就是说那时候我在那个邓慧文的某一个课程上面看到，他说有一个女孩，她跟一个男生在一起很久，然后后来分手，分手之后她就一直不能理解说为什么放不下，然后上了很多课啊，去諮商好久，然后一直想起她，然后每天晚上梦到就是好痛苦哦，然后諮商多久都没有用，她心里面就有一个结，就是一直放不下她。然后通常他去諮商的时候，諮商师就说：“哎、欸，那你要不要想想看啊？你原生家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一直要跟他跟早年经验挂钩在一起，说我、哦、不要跟我谈这个，他跟我爸一点都不像哈。”那直到某一天呢，哈，就是过年大扫除的时候，他去他家这个整理东西的时候，从他爸他过世的父亲的衣柜里面有一个小盒子，然后小盒子打开，看到当年他爸妈结婚之前，他妈妈收藏他爸好像当空军的时候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还是黑白的，穿空军的那个皮夹克，然后戴一个帽子。他看到那一刻鸡皮疙瘩掉满地，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张照片穿的那个皮夹克、墨镜，然后整个姿势跟他第一次认识那个前男友在 IG 上面的 po 文姿势跟样子款式完全一样，所以他其实潜意识里面默默的被他的父亲被那个男生的某一个东西给吸引，但他是非常的无意识的，所以后来他对他父亲的一些
不论是抱怨也好，然后父亲没有满足他的东西也好，他都会投射到这一个当时的前任身上，然后也因为这样他们的关系有很多的裂痕。所以我觉得要收回头是非常非常难的，你要首先看出说，哦，原来我的家人身上，我的 对方伴侣身上有一个是家人的东西。好，那在书里面其实因为讲到依靠者跟拯救者这种共生的关系，铺陈很多在前面，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里面有一个词，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你自己在上一段关系当中到了最后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所谓的自求受害者现象嘛。自求受害者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自己困在那个受害者的这个情节里面。那所谓的把自己困在受害者情节里面，其实不只是在关系当中，它甚至是你跟家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有的人甚至告诉我说，我爸妈已经过世很久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事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我爸妈骂我的声音还是会出现在我脑袋里面。比方说我今天 好不容易把这案子交出去，我交出去了，然后有一个声音就出现说，你以为你这样就够了吗？然后主管称赞我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就跑出来跟我说，他们只是因为不想要骂你而已。就是那些声音通通都跑出来，然后他没有办法停止这些声音出现。那这些东西就把自己困在一个很像是很多个很多个责骂声音的牢笼里面，他把自己囚在这里。里面 提到一个 Cindy 的故事，就是小时候他妈妈是很会给他有很高的标准。他甚至是小时候妈妈有一次是把他自己去参加比赛嘛，然后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呢，他画画比赛不是都要拿回家给妈妈说妈妈签名什么之类的，然后妈妈就说是画的还可以啦哈，啊不过呢，我妈妈帮你改一下。结果妈妈就拿了一张新的出来，妈妈画的，然后他把那一张妈妈画的拿去参加比赛。如果你是小孩，你感觉应该很差吧？就是我画的你不接受，然后你要拿一个你画的，然后自此之后他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我怎么做，我妈都不会满意。然后他以后长大之后，他妈妈就算过世了，他心中还是会有一个结，是说我一定要达到那一个没有人能够达到的那个标准。所以他就把自己囚在那个受害者的框架里面，然后无法跨出去，然后在那里面苟延残喘的呼吸着。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会不会太夸张？这真不会，因为我身边真的也有这样的例子。那我有一个朋友，他们是家里面就是两个兄弟，然后呢，他们的父母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秀，而且这个优秀不是是这个获得无数肯定的哈这种，然后也是属于国宝级的。那但是从小就是像你刚刚讲这样，就是他们完全掌控，完全要控制孩子所有的作品发展哦。那小的那个呢，就是比较叛逆，所以他就觉得他很早就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他呢一成年他就逃了，他就逃掉，逃家，逃了。大的呢就比较乖，所以就是一直都是在接受父母亲的指导，因为父母会觉得我们最了解，我们知道怎么样是最好的。那所以不管是在求学，你填什么科系，到你将来这个找这个出国要念什么，然后回国之后找工作，你的履历怎么写，你的甚至到他已经是快要四十岁，他自己也已经是一个在工作上还不错的人，他的作品父母亲还是要看过。就是我觉得你这样做的不好，所以我就在想，这样的人他到底怎么样可以为自己长出自信？而且他根本没有办法对自己长出自信，然后他父母亲永远都不放手。对，所以这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自求受害者有一些，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走出来，或者是这样。那如何逃脱这件事？如何脱困？那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像你的是在男女关系里面，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在亲子关系里面。等一下回来我们就来看看是到底要怎么样去放下对方给你所加诸的，就像我说的一个紧箍咒一样。好，待会回来我们继续来。今天礼拜四，男女大不同，依赖陷阱，咨商心理师海苔熊在现场。那这本书呢，是他在远流出版社要来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
在脆弱中找回勇敢，凝视关系困局，重拾自我的21个练习。这本书其实内容蛮扎实的，我必须要这样讲。然后里面有把很多心理学的一些概念都把它放进来，那当然都是从个案例子开始，所以里面也有很多的故事。你在看的时候，你可能会从这些故事里面都看到了某部分的自己，你会投射，然后在后面海苔熊再来告诉你在这个部分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是你该怎么做，因为大家最想知道就这两点。那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自求受害者的现象，你可能在不同的关系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到底如何脱困有很快的可以让大家掌握的一些重点吗？如果你是自求受害者的话，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一件事情是，你可能会把自己陷于一种说我这样子好像自我价值不是很高的状况，其实蛮舒服的，就是我觉得我蛮烂的，然后我还要再努力，然后我就是值得这么惨，这种感觉蛮好的。为什么？它其实是一种防卫机转，你可以一边想着自己还是这么惨，然后来避免去往下想，再往下想你会面临更多的不安全感。那我在书里面的74到75页提了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其实这本书我好多好多各式各样的方法。那为什么要提这么多方法，就是想说黑猫白猫总是有一只猫可以抓到让你可以用的嘛，那你就选一个你适合的这样子。好，那其中一个叫做设计一个心灵成长游戏，这个是我跟刚刚讲那个 Skimmy 聊天聊到，他说你可以把你人生想成是一场 RPG， 就是说如果你每一天都在破关打关卡的话，你先帮自己设定一个关卡，譬如说关卡一每天播出5分钟写日记，记录当天的情绪，然后关卡二就是情绪管理，每天练习放松技巧，譬如说深呼吸啊、瑜伽，然后当你每一个设定一个关卡之后，当天你可以设定一个奖励，就是说你如果完成今天5分钟写日记，就可以吃大布丁一颗。那老师，很多人就说，老师这个我也做过啦，这个、以前很多书都写啦，那为什么要写那个大布丁？我平常也可以吃啊，有什么差呢？你在吃的时候，你要想这个是你完成了一个你自己奖励之后，然后他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后给的奖励。它不是一般的大布丁，它是你完成之后任务之后的大布丁，那它是有特殊意义的东西。而且我会建议你把它列出来，不论是用在手机上也好，或是在纸上也好，当你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关卡之后，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变得更有自信。那我会推荐这个方法给刚刚那种就是你需要达成某些目标的人的原因，是因为你平常在以前就是走这种要达成目标的人嘛，所以其实这个方法是蛮不错的。海苔熊这本书你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看？我觉得这本书适合给你的人生的价值观都是经常建立在其他人身上的人看，然后总是要靠着别人才能够觉得自己有价值。那同样的，如果被依赖的这个人呢？其实不论是依赖别人或是被依赖的人，你很多时候你的价值观都是靠在别人身上。很奇怪哦。就算你是被依赖的人也是一样。对，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人，所有的前提可能都是在我要很好的原因是因为我要能够好好的照顾好别人。对，你还是靠在别人身上。对，这个我渐渐的有比较清楚这件事情，过去可能不是很理解，但现在懂。那所以如果今天我觉得在任何关系里面很难就是两个都是各自独立没有依赖， 我还是有看过这种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神雕侠侣，但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其实都会有一个比较多依赖，一个比较多被依赖。所以我想这本依赖陷阱其实应该是适合所有人都来看，就在你在关系当中你会有一些觉得难受等等的，我觉得其实都可以来看一下这本书。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海苔熊，那也再次恭喜海苔熊。好，那希望这个未来呢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依赖陷阱，这是远流出版社推荐给大家。就爱点你 UFO